咱共同分享咱要做诶代志甲主张，就是咱上重要诶规定。咱每一位听友，每一位频道诶好朋友，大家互相欢声，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，每一位都谢谢来到这个所在。感谢各位听友对咱就是斗阵诶收听哦。同款，还有我嘛讲，即感谢诶，咱也是斗阵公司内底有足侪董监事股东，啊，还有也是斗阵基金会，还有足侪李监事。前出力哦，我们的幕后英雄，那起码加班的股东，还有我们的那那。哎，咱的高高哈，咱的刚刚现在的上台甲陈老师对，咱是就代表是频道公司的股东的，不管你是5万块的，不管你是偌侪钱的股东，把卡起来，我来甲你记一下，有你有你的付出，频道公司才会当行到一当经理吼，大台，啊，都拍手开开，欢迎来参加，掌声感谢你们哦，不客气。对，5万块、10万块、5000块都有，不敢加。再来介绍东环建设公司董事长，咱的廖敏雄廖董事长也来到这现场。廖大伟，哦，这可以给你一个好牌呀，谢谢。好，咱今嘛有贵宾实在太多了哦，等一下我们会一一补介绍。他有看到我们哇，中华电信哈前董事长，我们的贺存泰贺董事长。对，贺存泰当时就在这里哈，你他不接啊，靠这淘宝给出来听出来哈。而且特别投滴滴哦，我还有阿本。阿妹，我们来邀请第一位最重要的来与咱来讲话，特别邀请到咱前行政院副院长。伊不管是对经济、对台湾的疼心，拢足专、也足深。再来用掌声来鼓励，咱的吴荣义，咱的前行政院副院长，来为大家说话，谢谢。吴副院长，你是证交所前董事长，现在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副董事长，啊，再一次掌声鼓励哦，掌声来吴荣义，副前副院长。历史到底，但当时呢，啊，咱台湾前辈苏明先生，啊，当然两位主持都无快乐。啊，各位先进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欢喜有这个机会，在这个台内。甲各位做伙，大家来交流，因为拄啊两位主持人已经讲起，讲一年来咱这历史到底透过这个各位的拍拼，啊，咱甲大家对咱台湾前途关心，对咱的现在政府有意见的咱这大人带来透过这个电台互相交流，互相。大家支援，啊，咱有一个共同目标，就是讲希望能够支持咱的政权，会当来客一下，来讲好不？好。咱台湾人算各位，但是呢，不安怎把这台湾人，大家有共同看法的，大家来会当联做伙。我想咱这一直到底扮演真重要的角色。因为那无咱大家吼，真个人担住，感觉不准，安尼吼，代志袂当解决。咱需要有一个有一个是电台安尼，大家会当来讨论，啊，大家会当来交换意见，大家会当互相来这个扶持。我想这个到好多团结做伙，啊，大家共同打拼，啊，来达到咱这个历史到底对外爱。经主管对来爱提真完整个啊目标，我想经过这个历史到底特别当董事长的努力，一年来咱已经看到效果，对高雄、对台中、也到台北，有这样的人投入共同来支持这历史到底，我相信这人数会愈来愈多，一直滚滚啊，一捧一支。我感觉，咱的希望就愈来愈大。
大家有这个机会做伙，我真欢喜，啊，真歹势，第一个就来跟大家讲话，我想吼，应该还佫有真济咱的贵宾，赶快表达这个意见，啊，今日用这机会来感谢，啊，来希望这个大家共同继续的大家拍拼，啊，来完成咱大家共同的愿望，最后来祝这个一些到底电台。业务愈来愈好，拄仔讲也阁有一个缺口吼，咱希望讲大家共同拍拼，啊，这个未来愈来愈好吼，啊，最后吼会当完成咱的任务，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多谢。感谢，感谢咱吴永义副董事长，你把“都缺口”这两个字啊，今天我都有深刻的学习啊，这是专业语汇学习。刚才那台到底怕？缺口吼，故为必胸康水诶，这是陈志峰老师的听吼，大家来到三间。再来介绍啊，属于当家一节，多重介绍贵贵宾，然后赶快的收音机啊，都放在另外一边，拍摄吼。咱的李盛燕吼，啊，咱的李董事长请花香来过来。啊，再来，咱的台北商业技术学院。好票，咱的赖正昌赖校长给大家非常漂亮的好票。再来，咱黎明技术学院今天的好票，咱的林坤完林好票给大家介绍来，非常感谢。再来，弘扬防护公司当主票，啊，当主驾协力，咱的郑金鸿郑协力，给大家介绍来，非常感谢。另外，台大经济系教授，那个陈思梦。有一寡需求，爱感谢这个老师，伊的老师陈正顺陈教授也来到现场，我加非常感谢。对对，陈老师的老师哦。另外，咱仁康医院是咱台中县驻兵康院长也来到现场，谢谢。院长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感谢，我简单之间右手完全废掉，院长好，谢谢。医院的右手完全废掉，一把辛苦。嗯，啊，其实哦，咱出来牛蛙画饼，这是什么？六块的给宾馆乘以三只什么？三只小猪，它列举的上面的。对，好，其实加起来是五只啊。啊，做怎样嘛？我讲为什么宾馆是可爱的小猪哦？啊，为什么？其实是因为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陈老师非常喜欢猪哦。啊，做怎样给到它是属猪的？其实不是哦。对，今天也很可爱的小猪，但是刚好符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位贵宾。因为台东中华人民言，批当中中国学历不采认，中国学生哦不能像现在一样，真的要考什么好好的，虽然什么好好，批当中的教育部长，咱起码做资料的，今日来到现场，我们土瓜乡区的起来欢迎杜正正杜市长。欢迎所进行投票，一百年的时阵，台湾囡仔对台湾的素教育愈来愈明白，一百年的时阵，予台湾人自我认同提悬到七十八分以上，欢迎欢迎，杜市长杜部长。欢迎朱启明，那个陈志峰老师哈。大家苏明先生已经在做多件贵宾啦，我就无一直在称呼。俺今日去伫遮会当有这个电话来见面，啊，俺看表吼，讲个三分小时过关的了，变成一个嘿，特别个杜谢雄彪的东西啦，一样吼，哎，陈忠老师带一样吼，哎，他另外也在听伊讲，以前我带遐爱一样，俺知影一样是做聪明的吼，其实一样是做聪明，啊，所以吼，俺嘛是爱希望俺的囡啊吼。俺台湾人爱聪明，爱安心，吼、哦！俺台湾人吼、哦，我伫定来想讲，我定不怀疑，因为我读台湾的历史吼。我讲吼，台湾人吼、哦，像有原住民的地吼，原住民的地就戆直戆直啊！啊，心内其实拢足了解的，啊来吼、哦，马哥心有那个嫩。啊，虽然有欺负咱，但是咱呐，甲你讲两句啊好听话吼，啊，偌济怨恨吼，偌济迄个诶幽会一百气吼，啊，拢袂记了了。啊，虽然讲做六天的安尼啦，啊，嘛知影关注面，啊，伊袂安尼变我开始，啊，到我即阵的迄个吼关注面，伊拢做六天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台湾人其实是爱恶啦。
爱按照历史来学。啊，讲起历史来学，虽然我是读历史的吼，但是我确实非常敬佩，就讲这份有一挂本土的电台。啊，在座嘛，足侪先进吼，拢有伫这个无同的电台内底，伫主持节目个。